在你心中有没有一方高地？高地之上，你想造就怎样的自己？爷爷是他那辈里最早出去当兵的人，他总喜欢讲他在部队里的故事。他那把军号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。看，爸爸穿军装好酷啊！我就是我，独一无二的我，即使再平凡，也是限量版。6月23日9时43分。我国在科技自立，时不我待，自主创新，舍我其谁。两年前我跟小妹约定，她备战高考之时就是我备战军考之时，勇夺高地是军人的荣光，我将朝着新的高地发起冲锋。高地之上，你想造就怎样的自己？与谁同行决定人生高度，选择它是实力亦是格局。他科研硕果累累，天河超算，北斗导航，激光陀螺，他一次次刷新中国速度。天河三号一级原型机近日研制成功，标定中国高度，镌刻中国精度。他万顷桃李满枝，把一批批高素质青年学子锻造成科技帅才、大国战将、圣战刀锋。航天员陆阳柱出发，北京领班。就是国防科技大学，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。高地之上，灿若星辰，遇见便是华章。目之所趋，匠心铸满辉煌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宣誓！慨然以往。挺膺家国担当，身着戎装，出众自带荣光。70年来，学校因战而生，随战而建，向战而强。高地之上，传承红色基因，更许先辈生死交付的使命荣光。高地之上，追随强者脚步，积蓄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。它却可以完成我们现在时下流行的 Unpack 2 Unpack 4。小登机，登起来，快！地心通信正常，温度正常，轨道也正常。高地之上，锤炼圣战本领，强化六边形战士的热血担当。高地之上，浸润人文底蕴，放射新时代青年的澎湃光芒。高地之上，脚下的风和舌尖的爱，带你品味儒家温情与美好。时代向前，青年向上。天堂高，天堂高。
峰之巅，更觉长风浩荡；于高地之上，方知宇宙浩渺。出发，号令催征，决胜疆场。军号是军人的钢枪利刃，希望你继续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，不断向新的高地发起冲锋。万里纵横，靠的是脚下的步步脚印；高地之上，坚兵对决，万军列阵，你来点兵。